嘎点韭菜，今天烙韭菜盒子吃完了。冻死了。嗯。明天就得上冻了，冻死了。整点韭菜，晚上烙韭菜盒子。吃韭菜馅儿最省劲哈。韭菜鸡蛋好吃，也挺好吃。好吃，这个挺大众化，一般都爱吃。韭菜剁完了，炒四个鸡蛋。拌吧拌吧就差不多了，搁点调料。还得再少搞点油。搞点油里头，再搞点油，嗯，搞点调料就行了。防味素咱从来不放，特别这鸡蛋上更不用放了这些。和面，和面包饺子也可以啊。开始整韭菜盒子，浇成剂子。好吃，配点这个辣白菜。辣白菜，家里自己做的辣白菜。酸茄子，像自己腌的酸茄子。配上这个饼吃，贼好吃。